什么东西晓得不？那什么人？平衡车。平衡车啊，你以前喊你电动车的嘛？啊，有个叫平衡车是哦。你玩得来？玩得来不？玩不来。妈，你上次说你，你说的妈妈说你给你考双百分，妈妈都给你买，但是给你考了双百分，妈妈也奖励你不哈？你下次要努力哈。你现在是一名小学生的嘞，不再是幼儿园的嘞，要继续努力哦，不能粗心大意了哈，要认真做题，懂得？啊，妈妈都是那个奖励的哈。放五十天了。放五十天啊？放假没得？放五十天噻。放五十天了。老师给你奖励的吗？你有没有发奖状那些？有。有啊。发礼物。发礼物的，你有什么礼物？先看礼物。先看礼物。哦，还有个彩笔啊。蜡笔。蜡笔，还有么子？哦，还有个奖状，还有么子？毕业证。你现在是毕业了呀？毕业证，你怎么得？嗯。幼儿园毕业了，这幼儿园个毕业的。老师说在学校给我们唱唱毕业的感觉。哦，唱唱毕业的感觉。现在是一名正宗的小学生了哟，下学期毕业就要努力哈。嗯。啊。我们学校还请了零食。我们学校请零食是吧？还开到毕业晚会没得哟？那都是请零食，都是开晚会上是不？好吧，妈毕业庆典的噻。嗯，妈妈那个都是奖励你的哈，以后要。幼儿园毕业了，妈妈给你奖励个平衡车。以后要继续努力哈，好好读书，能不得？嗯。嗯，一年级才正确考双百分哈。嗯。有花棒的是。有花棒的帮助。那是个二等奖给你啊。是个二等奖奖状。哎，同学们，现在二零二一，二学期奖励二等奖。好，那个是妈妈奖励你的哈，成绩优异啊哈，你成绩优异哦。嗯。嗯，大一班二等奖的，啊，鼓励鼓励，下次争取哈。嗯。再接再厉。好，去把黄姐我来教你学哈，我也开不来那个，我也耐不住，耐不住，我给劈了。走走走，两个脚站那个上。你干嘛？是嘛？你小心点了。抬起，他大哎！那个脚都托起。俺托的，啊，我把你粘过去。今天俺托的来，修好。我看哈，等会儿开，我开了就。啊，啥子？哦，你好的，欢迎使用高端智能平衡车，骑行请注意安全，蓝牙已准备。脚在那个上，对，在那个中间，在中间，哎，平衡。你没站，没站在中间。哈哈哈哈哈！打转子，转不走哎，脚要站在中间，脚皮要平衡。哎，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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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哈，我前头走，我这边。怎么不走哎？没电脑哟，没电脑。有电脑。哎呀！你看到别个有点响，这就不要了。你我嘞不敢耍硬的，我噻。不要。嗯。嗯。来，你个踩个脚噻哈，你踩左脚。嗯，转。今天那个啷么玩不来的？给他去玩，你玩哈。妈妈，啊、我不敢。干了，我也不敢。你老二回来了，教你我也不敢。妈，下了啦。下了嘛，下了。出来呀、啊！啊，那么高白买的呀、啊？爸爸回来教我的，给他打电话呗。打电话叫他过来教你啊？啊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嘛？打电话嘛。你给他打电话嘛？来嘛，你给你老二打电话嘛，发视频嘛。给他看看，爸爸会看他搞不搞的，看他耍那个。你老汉儿以前喜欢的妹儿呢，些那都会。
是我们那屋。这吉隆都会溜冰的嘛，你自己会走的嘛？以前你不是那个溜冰那个场子？就是，来吧。看他怎么说，把你吓到。你接吗？爸爸。高级家长。回来教我骑平衡车。给他看看。啊，平衡车吗？那这是什么？我妈呀！妈妈也不会。不会呀、啊，这个我也不会呀、啊。爹吧，给他给你个那个奖励。幼儿园毕业的，毕业奖励，毕业证都拿到了，毕业证拿了，我这个不是。幼儿园还有毕业证？那是噻，你像我那个时候没读过幼儿园，没毕业证时候。爸爸要不要给你看毕业证呢？嗯，去拿来给看看。要不要给你拿来毕业证给你看？啊，去拿来给他看看。看噻，想要那个买个那个奖励哈他，考的98。啊，好，给你凑到两个去嘛。两点不好搞错了。嗯。是啊。马上小学的，是不？来吧。来吧，看看嘛。奖励，老师发的奖励。老师发的奖励。嗯。在这儿那节，那是奖状。那是几等奖？看到没？二等奖。我没得到一等奖啦。大概99、98呀，没得到一等奖啊。嗯，毕业证儿，看到没得？现在幼儿园都有毕业证了。嗯，来，再给他看看。幼儿园都毕业证的。是噻，小学读一年级的。这个听话的哟哈，听话的哟。啊。我小学了，这也不是小孩子哦。我有些小朋友，性别女，年龄6岁，于2021年7月6日毕业于利川。毕业利川，你认到一些字了。利川是云上。利川市云上幼儿园特发此证，特发此证，以示纪念，以示纪念。园长，园长钱丽，2021年7月6日。啊，来到吧，啊，叫他回来教你吧，他叫你回来教他。嗯，慢点姐，慢点讲两句子。吃完了没有？儿，你们吃完了没有？吃了。哪次回来哟？昨天才回来。昨天了。嗯。哦，你回来了吧？回来我们去餐，好不就到饭馆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多点。嗯，回来了吧？小女儿以前在念你，小女回来。这个我也耍不来，也看起有点害怕耶。是不是有点搞不来？这个家家那个杨家家玩不来。我都买一个那个奖励他的嘛。做好吃的，你奖励他么子？啊，别的。八六，八六，快来呀！你老爸跟你说说几句奖励的话。哎，来吧，说几句么子奖励话，来。老二在跟你说话，来吧，说嘛，说么子奖励的话。老二跟你说奖励的话。要什么奖励啊？要什么奖励？爸
爸不要了，妈妈给我买了奖励。爸爸到时候回来再给你一个奖励啊。那好，早点滚回来。啊，再不过来就不要你们了，我们不要你了。还要？还要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你看你女儿还是贴心的哦，还是要有味。走，好，那就这样吧，那拜拜吧。拜拜。嗯。嗯，好，要得，好好，那拜拜嘛，嗯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挂断，来嘛，没事，你坐起，我再教你试本儿噻，啊，坐起，你试哈噻，那是知道吗？果然小孩，这些不乖，平的呀，是吧？平行的走，平常那是走啥个人？是啥子啊？